龟龟脾气测试。科目一，摸摸它的背甲。扶好扶好，好，手抓好啊，手抓好。摸摸壳，摸摸壳。科目二，摸摸它的脖子。挠挠脖，头伸起来，快。科目三，捏住它的小爪子。手手抓的真好。好，拜拜。别急。科目四，喂它一个小虾干，不会咬到手指。上来，上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哎呦呦呦呦，站起来！哎呀，多少有点激动的不知所措了。这掉了。好了，拜拜。文宝摸脑袋是特别乖。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？哎呀。